仁安伯庙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。为了庆祝入伙安坐猎神尊开光祈龟科仪活动，28号进行祈安绕境活动，祈求花莲和敬平安、百业兴旺、五谷丰登。本年来第一次举办祈安绕境、祈龟补财、补运气、真理斗子法会活动。28号下午从仁安伯公庙出发，前往信众门和公庙进行绕境。 我们这个100年一次，今天举办绕境，各每一个有公庙的地方，我们都有停下来，哦，给他们拜一下，哦，现在还是要继续绕境这样。荣誉旧港万神庙庙公庙是本年来第一次绕境，感到相当开心。伊真正真罕去来这间庙住，啊，到最近60几年人，迄个遐人都往生去啊，啊，再人个车。 日本人要甲请火轿，要甲人甲请去便所遐放，啊，放到日本人无伫废庙的时阵，啊，才请倒转来，啊，全阿无来，来路主对路主行，要伊拢敢若车有万千爷公爷，无啥物货啊，啊，敢若伊到尾啊，才甲十外年前，伊个陈庆公才转来遮。祈求我们伯公庙。 以及我们花莲旧港万善爷庙，龙宫合王，哈，香火旺盛，落下众地主平安一切。两个伯庙祈安绕境可以说是受到信众们的信仰，大家在门口摆设贡品，迎接土地公和众神们的到来，祈求花莲和平平安，五谷丰登，国泰民安。记者蒋英杰报道。